每个关卡都会有那个穿着背心的工作人员引导你们。那我先大概介绍一下四个关卡分别要做些什么事情。首先是看到我们第一关要做的事情就是发球，我们只要把球发到对面，那我们就算过关。那大概只需要发五颗左右。必须往斜对角发出，重点是这个不要超过115公分。然后最长发球的时候，最长犯规的项目，这个要说三项：一个发球点就是不能超过我们的腰部；第二个发球的时间站的接球Thank you.